我第一走埋捉住我只脚咯。吓、啊，咁但系要除我对鞋咯，跟住就点解要除你对鞋嘅？点知佢啊？跟住我咪拱开佢咯，拱开佢，跟住跌车闩门，我跑跑佢。佢点样除你对除你鞋带啊？定咩啊？唔系，即系捉住我只脚。捉住啊！除你对鞋。咁但系点解个目的要？哦，系咪佢有个目的除你对鞋，等你冇得走，追唔到咁样？唔系啊，佢应该系。借啲衣除我對鞋就偷咗我啲錢咯，然後佢突然間係咪南亞裔嚟㗎嗰啲？係啊係啊係啊！佢係講啲咩話嚟？我啲咕嚕都唔知佢講乜。之後你係咪吹咗出去？但係就列車閂咗門，所以追唔到啊！冇啊，推開佢，佢就跟住即刻走。啊！跟住列車閂門，我拍一拍我個袋，跟住就發現冇咗。哦，即係後褲袋。係啊。哦，但係你搶嗰下係你冇感覺嘅。我因為捉住我只腳，可能分咗心啊。哦，分咗心。係啊。但你覺得是不是很猖狂啊？而家呢啲咁嘅，梗係猖狂啦、啊，係啊。